们现在来介绍这一组，它是一个三层柜。那么如果说是办公室使用的话，它也非常的好用，或者是当书柜。那底下这个部分呢，这个小半层格，这个可以放一些 A4 的纸。如果说你旁边刚好有放电脑跟列表机的时候，那这个空架呢，你可以放一些书本。然后底下这个收纳呢，你可以收一些不常用的东西。那这边可以收文具，这个小抽屉可以收文具，这是一个使用的方式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在这个活动板，如果你把它加一个吊衣杆，就像是来换给你看哦，小朋友自己学习挂衣服。那上面呢可以收一些过去的衣物或者是他的被单之类的东西。然后底下一样哦，这个位置呢，他小孩子会有比较小的玩具或是说他的饰品之类都可以放在这里。那这里面呢，小孩子可以收玩具。那这个框架呢，他可以放他的童书。所以呢，我们方块躲猫积木式的成长家具，他的一个柜子呢不只是一种用途，它可以做两种以上的使用方式，就看你的需求是什么，可以改变你自己的收纳方式，随时都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改变。好，那这一组目前呢，我们是在台湾产拍特卖场的一个销售，原价是13720，现在特价是10300，现场只有一组，需要的人呢可以赶快下单。那去哪里下单？除了在特卖的现场之外呢，还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下单。好，需要的要赶快哦，只有一组而已哦。